petit ami.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还在手机边乱点头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乱点头？苏阳，苏阳。是第几次潮汐，爱如飞蛾孤注一掷，在光里找自己，在漫漫长夜将炙热火焰无人为星辰，太纯真只接近一寸，燃烧成整个黄昏，太害怕离分，一次次确认反而成伤痕，要怎么证明他的认真。走吧。好啊，你还偷拍我呢。什么叫偷拍啊？我是正大光明的拍。我轮椅呢？我忘拿了。那我怎么回去啊？我抱你回医院。你故意的吧？现在知道收腹了？没有，别胡说，我根本不重。我还以为你会关心我，这样抱着你一路抱回去，手会不会酸呢？那你酸不酸？酸啊，因为你太重了。我怎么觉得是你在锻炼了？能不能行啊？能不能行？嗯，我是说下次我少吃一点。那得不孕患者嘛，就是应该多吃一些，早日康复，少给医生添麻烦。 Bon appétit。 现在才开始学法语是不是晚了一点啊？那就请小苏老师重点辅导一下。好说，现在是苏老师在线教学时间。好。Doucet. 咳嗽。Raidine. 视网膜。Froid. 肝脏。Petit ami. 肋骨。小苏老师，最后这个单词是男朋友的意思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啊？那你还在手机边乱点头。是啊，我为什么要乱点头呢？